你好，海波，你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你好，我们现在来了，妮妮，你的麦克风没有开，啊，有了，你好，你好。妮妮。我先说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叫做舒瑶，我的名字叫做舒瑶。那请问你们名字叫什么呢？我叫古法，你叫什么？慢一点点。我叫古法，古法，还是你要跟我说你的中文名字呢？张凯文。张凯博。你好，那接下来呢？可以请你告诉我你的中文名字吗？我的名字叫杨毅，通常我的家人都叫我米粒。米粒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舒雅哦。等一下呢，我们都会一起看我们的书，然后一起写字，我们会一起写做好多好多的事情。那我要来问问小朋友哦，请问你那边有哪一些纸呢？你有纸在你的附近吗？注音符有，号的纸，很好，我们等一下会用到这一张。对的，对对，我们等一下会用到 purple 这一张。那请问小朋友，你的那边有没有笔？有很好，也可以有彩色的，对，我们也可以有彩色那种粗粗的笔，等一下都会用到哦，很好，OK，来了，那我先给大家看我们今天要做的东西哟，我把它打开在这个地方，这里。来了，请问小朋友，在这里呀，你看到了什么动物呢？有什么动物啊？有好多哟。我看到猫。看到猫咪，大家都有看到猫咪，很好。它是什么颜色的猫咪？灰色。有一点点，它的毛是黑色，然后穿着灰色的衣服。还有呢？还有它的头是那个 是那个黑色。对，它的头是黑色的。还有什么动物呀？还有鸟，你看在它头上。哦，在这个小妹妹的头上有一只鸟，还有吗？还有迷河你马，还有河马，河马还有吗？还有鸟在那个上面，还有在，小鸟哦，对，在这上面很好。接哦，着，还有那个，好像叶子很像在上叶子吗？啊，叶子面，上面这里有瓢虫。哦。对，我然后在那这里，观树，那哦，你树说林。树的这里的话，哦，这是一棵有眼睛的大树，对不对？还有眼睛。再来呢，米粒，你还看到什么？我还看到，有没有看到一只白色的？它会。呱呱呱，啊啊的叫，哦，好像是它是一只白鹅，一白只牙。白鹅，对，它是一只白鹅。这一些动物啊，哦，瓢虫，你说这里，在哪里？在下面有那个红色的，一点那一我在点说那女生后面那个，的，啊，这一只。
这一只看起来像是蚂蚁，或是哦，还有黄色的，还有黄色的，哎，对呀，还有黄色的瓢虫，很好。那我要说跟大家说，这个女生她的名字呢叫做米米，她叫米米，这些动物们都是她的好朋友。米米呢现在走路走到花园，她遇到了许多的朋友，每一个好朋友都想要跟她说一些故事哦。那请你们看看，现在谁在跟米米说话呢？哦，我知道，那只猫。对对对，你一定知道。凯博呢？对，现在是这只猫咪在跟米米说话。这只猫咪看起来有一点点紧张，它不知道。它害羞吧，它害羞吧、哦、也有可能是害羞，它看起来不是耶、yeah, 好开心那一种，它有一点点害羞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哦。我们来看看这只猫咪呢，它有一个悄悄话想要跟大家说。它说，然后猫一直在赢。对，你看它说它要去参加一个比赛，一个跑步的比赛，他非常非常的紧张，他不知道要怎么办，他觉得、哦、我要参加比赛耶，好紧张哦。对，他就练习，他就这里先在这里练习的跑步，然后呢会遇到其他的朋友。后来请说，而且猫跑很快，猫咪跑很快，对啊，你看这里有三只猫咪在比赛，结果呢？请问谁跑了第一名啊？那只猫，哦、那只猫，那只猫就是刚才有一点点紧张、有一点点害羞的猫咪，它跑了第一名，很好。然后因为它跑很快，那是因为他练习很多，对，他在这里他都有练习的关系，他练跑十次，对，他练习很多次哦。我们来看看呢，他一直跑对不对？接下来啊，有一篇小小的短短的文章，我要请你们跟我一起念哦。我会先念一次，那等等就我念一次，然后你们一起念一次哦。这里他这里写两个字叫做猫咪，然后呢接下来是咪咪咪咪咪咪咪，嗯，咪咪猫咪弟弟，猫咪弟弟一弟一猫第一跑第一跑第一，对，那我要请你们跟我一起念哦，我念一次，你念一次，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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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咪，很棒。咪咪咪，猫咪弟弟，猫咪弟弟，跑。跑跑第一，跑第一，对，他跑步跑第一名。那我想要问大家哦，这一个他发出了一个哔的声音，你们猜猜看，在这里有哪一个东西会发出哔的声音啊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哎，我知道，那熊熊，那个熊熊在弄那个黄色的。对对，那个熊熊的哨子会发出哔哔的声音。对，我已经知道了，因为每天如果像我很会踢球嘛，如果我赢，他就会用那个啊，他就会哔哔，用哨子哔一声。那米莉，我问你哦，他用哨子哔代表发生什么事呢？你觉得？在这张图里面，哔的一声，然后这里有一条线，谁赢了呀？那只黑猫。
那只黑猫，猫咪弟弟他跑第一名，他赢了。这里呢，他每天都，别人每天，另外一只猫还有另外一只两猫都没有练习，每天他每天练习两次，他每天练习两次，每天练习很多次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这里呀、啊，我们有很多注音符号，我会带着你们一起念哦。哎 ，purple mother 的，首先我们要先学第一个字。它在我们的这一篇文章里很常看到哦，就是，请问小朋友看看我的手，这一个字，这个数字念什么？一，一。那我要把它躺下来，这一个就是注音符号的。哦，我知道那个一，哦，医生的一，医生的一，很好。那我想要请小朋友帮我找找看。在这里面有几个一呢？一个吧。哦，不是，数数看有几个一哦。十二个一。十二个一。哇，我还没有数数看，我来看一下喽。十二，十二个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十二，十二个一，很棒很棒。那我可以请小朋友跟我一起用手比一个一吗？我们一起写一次一，它就是平平的，也可以用手指头变出来一。再来呢，我要请小朋友跟我一起看这一个字哦，这一个字呢，对，跟我念一次，啵，对，它是，对，我们可以用手指头写一次，啵。小时候我的话，功课就是啵啵啵啵的疼了。啵啵啊，你小时候有画过？我们今天会用这些字，然后把它跟别人加在一起，它就会念不一样的哦。再跟我念一次，啵。很好，啵。那我接下来要把它，我先变出一张白纸，我要把啵跟这个一加在一起，请跟我念一次，哔哔哔。啊，因为你刚刚就在讲故事的时候就那个。对 ，B 字不是可以拿哨子在嘴巴这样 ，B， 对 ，B 很好 ，B。今天晚上我要去米莉家耶。哦，你要去米莉家哦。今天晚上啊，今天我要去。那你等一下就可以跟他一起念，跟米莉一起看这个。他要来我家，我要去他的家。很棒。那接着，你接着我要跟你们说下一个字哦。下一个字，我先把一留在这里，我用换个颜色，在这下一个字念，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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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把泼跟一放在一起，帮我加起来念念看，劈，一，劈，很好。哦，那像那个 A B C D 的，哦。A B C D 的，它也有一个这个，但是这个是 P， 它是两个字加起来哦。它有什么呢？我画给大家看，像是你们有没有一颗小皮球？你有没有一颗小皮球？一颗球，有一些球。哦，我知道，有。你送给我一个球，有吗？有啊。有啊，那一颗球我们可以说它叫小皮球，小皮球。嗯，跟我念一次，皮皮一皮皮一皮一皮一皮。那我接下来要把它换一下哦，变成下一个字，这个字念么。
么？那我们一样把一留在这里啊。帮我想想看，么跟一要怎么变？咪，对，刚才在故事里面有没有一直听到咪咪？有，就是这一个么一咪咪咪咪，我名是一个东西叫球。啊、你有一个东西叫做球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看，我把一拿走咯，我要变出这一个字。这一个字呢，它长得很像我们的手这样子弯起来的样子。哦，我应该用这边，你才会觉得很像。OK， 这一个字呢，它念成凹凹。我小时候写功课也有那个，小时候我每天都在写功课，写那个包包。那你可以跟我念一次吗？凹，很棒。凹。听过，就我上次小时候就写功课。很好，那我再问哦，还记得这一个刚才出现的念什么？包。包。棒，那我们来把蹦蹦蹦蹦蹦，这样子呢，这两个加起来会变什么？嗯，蹦凹包，包子的包，包包子的包就是这个包子的包。哇，凯波，你喜欢吃包子吗？嗯，一点点而已，我不喜欢有包，我不喜欢有。我不喜欢有东西在里面，我只是喜欢有那个，就是像没有东西在里面，只有白白的。哦、只有白白的。那米粒你喜欢吃包子吗？面包的面包。面包就是这个。米粒喜欢吗？喜欢，你可以跟我说喜欢。喜欢。喜欢，你喜欢吃包子，我也很喜欢吃包子或是面包。面包超人，面包超人我也很喜欢。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豆面包，像这样对不对？米粒，你知道面包超人吗？知道，知道。你喜欢面包超人吗？喜欢，喜欢。那我们接下来呀、啊，要换下一个字了。我先请面包超人休息一下。哎呦，接下来呢？我面包超人的拖鞋。哇，很好。那你还记得这一个字吗？嗯，泼。对，泼。我们把泼跟凹加在一起。泼。抛。抛，很好，抛就是这个字，很像。如果你有玩球的话，你可以把一颗球抛出去，抛出去。它有一个声音，就像掉下来的声音，很好。接下来哦，下一个字要出现咯，下一个字我也把凹留在这里，我们来加上这一个。记得这个么？对，猫，那个猫，猫，黑色的猫，很像那个黑色的猫，很像那个黑色的猫。其实，当我们在说猫的时候，它的注音就是这个字哦，猫，猫，长得像这个。我把猫加在这里，这样看起来它跟猫有没有很像？我功课有那个像那个猫，像那个那个字啊，像这个字对不对？猫，猫。那接着哦，下一个字要出现了。嘿，我要把它变白纸。下一个字呢，我一样把凹放在这里。那这一次上面我要换这个字了，这个字刚才没有说过它的音，我说一次，它念
的的的的他的的，那帮我想想看，的跟凹加在一起哦。的的的凹的凹刀刀子刀子刀刀子。对，你有没有在厨房看过爸爸妈妈可能切菜切水果的的的的的的？我有有，我每天都在煮饭，我都每天都在看他，然后他在切那个。对，切东西的时候会用刀子，但是小朋友不能用那个。对，小朋友用会有一点危险。那我接下来切到他手上，有可能，对不对？那我想我现在会写一些字，我要请你们跟我在一起念哦。我们有六个字，来咯。第一个，一，一，一，好。再来呢，你可以看到我吗？可以啊。再来 ，p， 在我的 screen 我可以看到，你念。p， 好，再来这个 m， 好，再来 d， 对，他会把舌头这样放在这里 ，d， 再来是这里 ，ao，ao， 对 ，ao， 刀子的刀 ，ao，ao，ao， 好。那我今天想要请小朋友帮我拿一张那个你的这张纸。哦，我也有那个，我好像有。哎，很好，帮我准备一下。那你可以帮我拿一支你喜欢的笔，很好。准备好之后，手指头借我，手指头借我。我们第一个要写的字是这个念什么？一，一，一，帮我找到一在哪里呀？一在哪里？在那里，在上面还是下面？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很好，一在这里。手指头跟我一起，我们一起写一次。一，下面，脖子下面，一。一，我可以用我的那个我的椅子一，先用椅子转弯。一，来，请帮我拿你的笔写在这上面，跟着他一起写一个一，一，一，嗯，我的转弯没有，我看我有。米粒好了吗？好了。很好，米粒好了。还不，我的那个这个好像是我爸爸的，我还拿在我楼上。你刚不是旁边有另外一支彩色笔吗？那个也可以哦。嗯，我有这个啊。嗯，这个可以，就是一个一，帮我写上去。好。然后米粒，请问你有看到什么东西在一的附近吗？椅子，椅子，请问你坐在椅子上吗？我也是，上面。你坐在，我也坐在椅子上。我也是，你也是。大，这好大，这个不，我在用我爸爸的。啊，海波，请问你的一写好了吗？呀，好。好了，再来呀，这里，这个是什么？我在我爸爸的公司这里，然后在我家里，我爸爸也有一个公司在家里。我现在在这里，然后这个，而且我在用的电脑是我爸爸的电脑。爸爸的电脑，那你有看到这里有一件衣服吗？你是的，有看到，米粒有看到衣服吗？有啊，有。那我想问问哦，两位。请问你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？我衣服是灰色还有橘色。你的我的衣服是红色。
我的衣服是白色，我们的衣服都不一样的颜色。接下来我们要写第二个字咯。第二个字呢，我们要找到 B， B 在哪里啊？我有我的裤子也是在上面，那个 PJ Max 有红色啊。啊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找 B 咯，谁可以告诉我 B 上面还是下面？上面，上面，上面，很好。是第一个、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呢？第一个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很好。那手指头借我，我们一起写一个 B。我们现在要写在纸上吗？先跟我的，先跟我的手指头一起。很好，那帮我写上去。对，我们写在这里。我已经写了。很好，好了，那我来看看这一个，刚才大家都有说到的包子。有没有包子？包子很好，这里呢，包超人的包子。那这一个呢？这一个花豹，花豹，花豹也是跑步很快的动物。花豹，我有那个，我也有那个假的那个，可是现在我送给我的弟弟了，他住很远。那你真是一个好的哥哥，很棒很棒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找第二个字 ，p 在哪里？第二个，第二个，第二个。那跟我一起写一次 p， 手指头借我 p， 然后它会有一个第二条 p。弟弟的名字叫什么？对，米莉很棒，帮我写出一个 p。 凯博，你的 p 在哪里？我都还没有看到耶，你的手在哪里？对，很好。 p 有两个笔画，还是这样？一，哦，二，有两个笔画哦。凯博快把它变出来了。还帮你写好了吗？我还没，我这是我一次而已，我一次上这个课。嗯，你的 p 写好了吗？嗯，我想好了。你的 p 写好了，很好。那你可以告诉我 p 上面有什么东西吗？我还没写，我 p 在纸上。米莉可以告诉我 p 上面有什么吗？葡萄，葡萄，很好。背包，哦，还有一个背包。这个背包它是一个用提的，它是一个皮包。很像这个，很像这个三角形那个。哦，你那个是放眼镜的吗？不是，对对对，这是放眼镜，这是我只是想给你，这个只是擦眼镜的。哎，我把它放在这里。放在你的旁边。接下来呀，我们要来找这一个字，有人还记得这个念什么吗？么，很好。么有两个笔画哦，第一个笔画，手指头借我，第一个笔画从上面往下，上面往下，再来转弯，打，哦，很像这样，转弯。对，它是一，然后二，一，一，二，我就这样，一，二。米莉很棒，凯博很棒，来，请跟我一起写哦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一，二。凯博怎么啦？亮的灯都没有亮。好了吗？米莉好了吗？好了，很好。凯波好了吗？我们在等你哦。我好了。哦，很好。那接着呢？这个有人记得它是什么吗？哦，猫猫。猫在这里。猫在这里啊，对，还有一个帽子在这。哦，一个猫在戴帽子。很好。
对，凯博还在，凯博在这。凯博说他是一个猫咪在戴帽子，很好。凯博，我们现在要来蓝色的地方咯，一个的的，这个的呢，它也是两个笔画。我们要先写第一笔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。哦，好像像这样。我当然也都知道。对对，就跟你现在笔的笔画是一模一样的。帮我写出来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对，一、二，还不好了吗？我好了，你也好了。我是张凯波，我是 Cooper。我的中文的名字叫 Cooper， 还有张凯波，还有凯波。还有凯博，我是叫你凯博跟米莉。我的那个名英文名字叫 Cooper。Cooper， 哦，那我接下来要问问两位，可以一起告诉我最后一个我们还没有写的那个字念什么？我英文的老师叫我 Cooper。Cooper， 最后一个呢？那个我的嘴巴。嗷嗷嗷嗷。嗷嗷，对，嗷嗷嗷嗷，很好，跟我一起写，它是一、二、三，很像嗷嗷，二、三，很像什么呀？很像这样。哦，它会有点弯弯的，对不对？这样这样这样，我刚写了嗷，帮我写上去，嗷。它有一点难去写哦。你要先写第一个尖尖的，再写第二个尖尖的，再把它盖起来。我一直知道写在外面也是。对。然后等一下我再给你看，等一下哦。好，米莉写完了对不对？我写好了。我可以看你写的吗？哦，这个凹是像这样吗？对。我在写在外面了。哦，你写在外面，很好很好，写得非常的棒。这里呢是我们今天会看到的全部注音符号，有 b、m、你好快耶 d、还有 i、还有 i、凹，对，凹它就是那个跑步的跑，凹到跑，跑跑。那我接下来要问你们哦，在这个地方，我把它打开，这有一好多件衣服哦。我可以请你们帮我，它这样子是一组，然后这样子是一组。然后我再换一个颜色，它是一组。然后一波，这样它是一组。我可以请你们帮我选，你们可以帮我念一次它分别是什么吗？帮我念念看，它是两个字加起来哦，两个要一起念哦，可以吗？那我先请米莉帮我念念看，这一个念什么呀？B 很棒。那我要请凯博帮我念念看，这个呢？P 我要来请米莉帮我念念看，这个呢？咪很棒。那我想要请凯博帮我念念看这一个。谁念出来了？滴，对，就是滴滴。你有弟弟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弟弟，我有弟弟，滴啊滴。这个就是弟弟的弟。我的那个弟弟的名字叫
那个 Rider， 还有 Rider， 还有那个 Paw Patrol 啊。哇，很好。那两位小朋友，我想要问你们哦，你们今天，哎，凯波，今天最有印象，或是你最记得的是哪一个注音符号啊？你最喜欢的是？我知道啵啵，你喜欢啵？米莉呢？我喜欢一。一，你喜欢？一二三。啊，我们在说一二三的时候，就是会用到这个一一一，就是这一个字。如果它反过来就变一了。对，那我想要请小朋友，我要跟你们说，我们这礼拜啊，你们有一个任务。刚才呢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张？这一张纸啊，旁边有好多的小东西，你会看到花豹、包子、葡萄、皮包、猫咪、帽子、豆腐、刀子、衣服、椅子，这有好多的小东西，我要请你们帮它涂颜色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把它涂得很漂亮哦，这是你的任务，不是现在，不是现在涂，凯波，不是现在，这是你回家的时候，你等等休息的时候可以涂。再来呢，还记得那一只猫咪弟弟他在做什么事吗？他说他要跑步。他在跑步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跑第几名啊？第一名。第一名，很好。我等一下会给你们听那一首歌，它其实是一首歌哦。然后你听完呢，你可以把它学起来，背起来怎么唱，可以吗？好，我来把那一首歌按给大家听。我很喜欢这一首歌，因为它非常的可爱。来咯，等一下你会听到一首歌哦。这是我们会听到的猫咪歌。凯博，你刚才有听到这首歌吗？有啊。有，米莉有听到对不对？有啊。你们觉得这首歌好听吗？我觉得有一点好听。有一点好听，我觉得很好听。我有一次睡觉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想到这首歌，我的脑袋里就一直咪咪咪咪咪。咪咪这一首歌，睡觉做梦到坏事情还有好事情，每天我做梦到没有东西或是好事情。上次我昨今天我不记得我做梦到什么，你不记得你做梦到坏事情？哦，没关系，那你起床的时候就会赶快把坏的事情忘记了，很好。哦，我今天就忘记了。很好，那你今天就有新的东西可以记得了。我今天记得啊。你记得？嗯。你刚才说你忘记了，然后你现在又记起来了，没关系，因为它不好的事情，你可以把它忘记。两位小朋友，我今天睡觉好久，可是我今天而且去我房间，因为我做梦到，而且一个坏事情，我是以为。有一个坏人在我家，又做梦的学我，然后我爬在楼上嘛，然后睡在那个沙发上面。嗯嗯。然后你知道，然后我妈妈睡到她房间，我很怕。然后我爸，然后我在跟
我爸睡，然后我爸爸说跟我去跟我妈妈睡，那我就跟妈妈睡，这样你就不会怕怕了，很好。两位，请问今天上课有问题吗？啊，你在说我英文课吗？不是，我们今天上的注音符号，你有记得吗？你今天开心吗？我今天有一点点开心。很棒，有一点开心，很好。那我们可以准备休息咯，我们可以准备下课咯。两位，你们今天非常的棒。明天我们还会上吗？应该会看到你们哦。我到时候再确认一下。那我跟我爸爸讲吧。我们下次见。明天的明天吗？我确认好再跟你说，我也不知道是明天的明天呢，还是明天。我再确认，我要看一下我的日历，我再跟你们说，可以吗？我们又不知道，谢谢米粒。我又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会跟爸爸妈妈说。啊？我们会跟爸爸妈妈说，是明天会看到你们呢，还是明天的明天后天会看到你们，可以吗？那我就你会是像我的妈妈一个 email， 还有 mini 的妈妈，对，会跟你们说叫爸爸妈妈，对，对，哦、OK， 很棒，那我们下次见呢。下次见，谢谢两位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